我迄边咧写路呀。你咧客？今天啊，我从外面下来啊。看你自己啊。跟老哥来到来港西来调查啦。精彩万分，不会滑啦，防滑鞋还好。但是上去可能需要了。欸，上去可能会有一点难走。这样也还好啊。对啊。上去可能需要了。对啊。会不会有鱼啊？是哦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哎，中了中应该是卷呢、啊。哎，好像不是卷嘞、欸。是，哎，鲤鱼啦，呆呆啦，呆呆啊。很多、哦，看啊，我这个洞已经挂的。你要放狮走绳，你要放狮走绳，借你的。往后退吧。来呀、啊、来哟、哦，小心哦！哇，棒棒，你把它解钩啊 ？OK 啊，有没有吃很进去？边边而已啊。边边哦，抓起来！哇！哈哈。然后，哎，眼睛的、啊，眼睛遮到了，哈哈，棒棒 ，good， 好，要放哪里？放那一只吗？还是要放这？放这里，好，放这里，不要放下去。卷的话是先不能放，不然会影响咬框。拜拜，这还算小的嘞，因为它都跟那个卷是同一颗的，不是吗？哦，中中中中中中！我靠，有路吗？有有有！我靠，往上冲哎！这是卷，这应该是卷，但是很难讲哎，可是很重哎。
下面一点。你现在知道我的八米不够了吧？八米不够的原因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环流世界一周你就完蛋了。哇，脱钩啦，脱钩。真的假的？哦哦哦，我看到一只，西哥吗？西哥啊，赞哦，还钓到西哥嘞！哎呦，还蛮大的嘞！老哥中了。老哥，绝呐！这还好哎，还不算大。哎，等，小心小心，还小的嘞。呵呵。OK。哇，最新的。等下这个这一尾先不要放回去，不然等下不会咬了。我要接 OK 很肥嘞，很肥啊，先把它放在网子里面，对啊，不然等下不会咬，放上面的，好啊，好啊。
哎，那一只20块嘞。哎呦。超大只的石冰。这是石冰啊。我跟你好笑啊。继续前进，这一段很少走。哦，这个，它这个都是消波块做成的吧？其实还蛮好走的哎。哦，前面这一池超大池的，就这一池吧，旁边都有小路啊。很久以前有人走过，很久以前有人走过而已啊。过得去吗？过得去啊。你那边过得去吗？嘿嘿，那你就在这里钓啊，我去上面那里钓啊，钓我留尾就好了、啊，把它钓下来钓这里啊。哎，这可以哦。哎呀 ，OK， 你觉得嘞？这可以哦。可以哦。的摇晃就这样子了，收走，不会太好，但至少有鱼在摇，好吧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。哎，鱼在高啊，要高的卡拢登起，啊，狗的脚断掉啊。